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医仙观。很多的一个医疗的一个进步不只是我们可以着重在譬如说开刀技术的一个进步，或者是某些药物的一个发明某些仪器设备的精进细致让病人可以在不知不觉间把这样的一个心头大患除掉。这是医疗进步里面我们也许比较不容易看到那面，因为开刀我们看到伤口这个药袋上面有这个处方有那样的一个药剂药物，我们都可以了解。但是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平常我们也许看不到，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细细长长的，前面有个稍微好像可以张大的那样的一个这个装置，张大以后它不是只是一片两片，然后另外再咬原这个另外一个一端呢，医师可以操作，所以透过这样操作的一个过程中，他先把放到这个石头的一个附近，石头附近给它张大以后，然后再给它稍微缩小，缩小以后，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次就一定可以达成的事情啊，他可能要经过几次的一个找到最合适的一个位置以后，再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石头把它从我们譬如说我们的输尿管里面把它夹出来。那这个夹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石头，如果卡在我们的一个输尿管的话，那个疼痛那个恐怖是这个是跟生产的一个疼痛差不了多少的那样的一个疼痛指数高的那样的一个疼痛。那在以前怎么办？完全没办法。现在也不是说开刀进去那么大一个伤口进去找到输尿管在我们后腹腔那个位置再把那个石头取出来，不是透过这样子。但是透过取出来的一个石头，我们更可以了解大家对于我们喝水的一个重要性这个东西肯定我们是不希望它在存在身体上那么样敏感的一个地方一颗一颗代表都是我们这个喝水要知道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不要因为某些时候因为上厕所不太方便的关系我们就不喝水，那不喝水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长久这一部分的一个结晶，它就在局部那个地方，它就会越来越变大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它自然会卡住。所以医疗再有这么好的先进的一个设备能够不要去动用它，恐怕还是好事不过提到石头跟大家谈一点石头有关系的，这跟华人到美国去第一波的移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持续大概是19世纪1842年，那时候在旧金山发生淘金热，发现了这个砂石里面有那样闪闪发光的金子于是引起美国的骚动，很多人就跑到从东部跑到西部去去参与这样子去能不能一夕致富的那样的一个冒险那不止包括因为这个要动用到很多的一个人力从华人你看从那么远的一个太平洋的彼岸到那个地方去，华人在那个地方参与淘金的事情这是1842年。那么后来经过十多年的一个岁月石头也掏得差不多了，金子掏得差不多了，那怎么办？怎么转行呢？那这些人中国人，那么那时候是清朝那事实上是对于美国的一个建设投入相当大的心力，铁路那个都是深入不毛穷乡僻壤非常辛苦的一个地方，高风险的地方，那去在那个地方因为他没有其他的一个一技之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赚取微薄，所以读到移民的那个艰辛的历史我们现代人真的是要感恩，尤其是移民的后几代，那他现在发光发热就知道这些人他坚忍不拔的那个性格是成就他的后代能够也在那个地方慢慢的建立起他的一个另外一个可以在那个地方发挥功能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是早期的这个华人在那个地方的一个状况。好，那
淘金热，这个很有很影响这个美国历史很大。那当时是怎么发现？就是有一位跑到那附近呢，就要去找寻他走失的马匹啊。就走失的马匹还没找到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些闪闪发光的这样的一个金子啊。亮光哦，一看一掏，哎，结果发现确实是杀金的一个金鸡肉，哎，就引起大家的一个注意啊。所以他也回去告诉他老板，他的地主啊，这个地主叫萨姆，哎，结果这一位发现者跟这个地主啊，哎，想必就是非常有钱的，因为大家一起来这个地方啊。结果呢，那位发现者，最后啊也是别人觊觎他的一个财富啊，哎，被杀掉，然后他的地主那个。他本身儿子被杀掉，最后也是郁郁而终啊。所以发现这一件事情啊，未必是好事，但是确实也有很多的行业因为这样子而致富的，不是直接在淘金上面，但是你要运输这个行业，因而致富啊。像这一位，现代人都还知道他叫李维史特劳斯，也就是牛仔裤的发明人，他跟那个。当他原来是做杂货的，然后发现说，哎，这个工人啊需要这样很强韧的这个布料，哎，所以他开始就跟那个杰克布啊这个合作，然后这个地方多加强铆钉的一个结果，哎，畅销啊。另外还有一位人物啊，这也是非常厉害的市场型的人物啊，这叫萨缪姆布兰兰啊，这很难念的一个名字，萨穆尔。那么他是原来也是杂货，做杂货的。结果呢，他就发现说这个市场需求很大，需要统治啊，需要这些产值啊，帆布袋啊等等，他就把它抢购一空啊，造成市场他独占市场，然后再价钱再给他抬高，再卖出去，就是垄断市场，就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结果后来他是不是就有什么不好的下场？那是非常聪明啊。后来有钱以后就去买地，买地以后就去买媒体，当时的报纸，所以这个也成就了不可一世的风光啊。所以这个淘金热啊，这过去的历史啊也是很有意思啊。不过热这个东西啊，发热发烧，现在我们会非常紧张啊。但是发烧发热不会只是肺部的问题，不是只是泌尿道的一个问题啊。一个六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她出现问题的就是发烧，肚子痛，肚子痛的一个范围是下腹部的一个疼痛为主的情形，有好几天啊。但是因为平常她就是比较因为在家里这个沟通能力有些状况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家人没办法好好的了解，所以等到送到医院来的时候，这个状况已经比较严重，摸起来局部啊，已经下腹部这个地方的一个疼痛是蛮明显的，也有点点腹膜炎的，就是把它压下去又放开，哎，会有一些痛的比较厉害，然后再加上他全身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功能也不是很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从电脑断层就看得到，这个有一大片的脓疡在这个位置啊。那这为什么这个右下腹部会有脓疡？原来它就是一个阑尾炎、盲肠炎。所以阑尾炎、盲肠炎，如果早期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它做一个治疗的话，这个地方它破掉以后，就会造成这个局部这个地方，哎，脓液啊会堆积在这个地方，肠子也会跑到这个地方来，所以造成的一个感染变成他用发烧的一个方式来呈现。所以家里面如果有一些这个表达方面，譬如说失智的这些长者的话，我们对他局部的状况要更加的小心了、这也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发炎非常厉害，那给他抗生素的一个治疗，那肺部的状况还好，那经过抗生素治疗大概一两个礼拜的一个时间以后，它发炎的一个状况会得到控制，得到控制以后，局部发炎的情形比较稳定以后，其他身体的状况也给它准备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下，再透过腹腔镜手术的方式、把这样发炎的一个阑尾给它做切除。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到，局部那个地方跟一般急性阑尾炎已经不太相同，那个局部已经是粘连的很厉害，所以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啊，才把它解除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这个很早，早两个礼拜，那事实上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了、所以你看看垄断啊，不过他的眼光啊，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要学，那就看您吧。来，你收看，再会。